向社会组织，歌词充满浓浓火药味。这是台湾网友组成的防疫中年团 ，cover 南韩天团防弹少年团的超夯歌曲《Mic Drop》，特地把歌词改编成中文版，唱出超有梗的防疫内心话。这曲感染，不要慌，别激动，每天公布，请相信这时钟。I do it, I do it， 别说废话，要监督你，这消息别再转天分享你。说你。Drop 变成买口罩毫无违和感，超有创意的歌词，连防弹少年团的粉丝阿米也直呼好厉害。防疫歌曲跟上流行，同时也致敬防弹少年团。因为疫情而取消的演唱会让不少粉丝很失望，网友发挥创意，期望能快点度过这次的疫情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，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